你去到各大媒体交代一下，如果有什么不利的消息，也能及时压下。是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，应该是冲着少夫人来的。别叫她少夫人，她不配，赶紧把她给我赶出去。您先别激动，如果真的把她赶出顾家，会影响您和少爷的感情啊。就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她还要跟我翻脸不成啊？你看看她干的那些事儿。不过，说实话，老夫人，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了解，我也认为少夫人不是那种人。你们都是怎么了？一个个的，让他喂了迷魂汤了。不是，老夫人息怒。不过，请您仔细的想一想，自从少夫人嫁到顾家以后，一直都是本本分分的做人呐。如果她真的和别的男人有什么事情，那么这些照片又是什么人拍的？又为什么要送在您的手上呢？所以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老夫人。少爷不是说了他会调查清楚的吗？所以还请您再给他点时间，我想少爷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。那好吧，我再给他点时间，要是再查不出来的话，那个贺锦熙就必须离开顾家。是。照片是 PS 的，技术还不错，阴影、光线、连接处处理的都很自然，可以说花了钱的。你们怎么鉴定的？靠谱吗？你猜。说正经的呢，我找的这个朋友，通俗的讲可以说是阅片无数，所以碰巧这张床照他见过，于是乎就把原片找了出来，发现他们只是把小嫂子的头和这个男人的头披了上去，经过鉴定，所有的照片都是假的。这个男的什么来路？不知道。不过，我觉得你应该问一下小嫂子。我觉得这些照片和这个贱男人有很大的关系。
南宫琉璃为了成为你的妻子，选择跟他分手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南宫琉璃策划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你的芳心。跟你说，这个女人为了得到你，费了不少心机啊。真是个心机婊。要不要兄弟我替你找人收拾她一下，保你满意。喂，龙飞，等等，你等一下。我想了一下，咱们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我先跟他谈谈吧。谈？嗯，谈什么？有什么好谈的，直接动手了，宝贝儿，干嘛这么怜香惜玉的呀？行了，这件事你别管了，我自己处理吧。奶奶，别叫我奶奶，我们顾家没有你这样的孙媳妇。奶奶，我真的是被别人陷害的，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那你拿出证据来呀，证明你是清白的。奶奶，我还没有和楠楠。你说什么？不行，要是让奶奶知道我跟顾启成之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说不定更会让顾启成离婚了。反正我没有和其他男人有过什么亲密接触。不管你说什么，这个顾家你是不能待了，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啊，你走吧。奶奶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，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老夫人，你确定？是，少爷说他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正在处理。他说请您放心。行了，这事儿啊就先这样吧。不过以后啊一定要吸取教训，不能随随便便的跟任何人来往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行了，下去吧。奶奶再见。方叔再见。又是那个女人搞的鬼呀。是。哼，这次啊绝对不能轻饶了她。顾总，顾总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顾总，顾总，这是个误会。我不是故意的，顾总，顾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想做这件事情，我做这件事情，都是因为我爱你，顾总，顾总，你千万别生气，顾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贺锦熙根本配不上你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？滚。